给大家看一下一个河南老爷们在家里的家庭地位。我想开个麻辣烫店，手里没有钱，我打住俺媳妇儿，就找俺丈母娘要了钱，我也要干，没办法，这就是家庭地位。嗯，不信，不信问俺媳妇儿，媳妇儿啊，麻辣烫店好的给我干，听见没有？那肯定要好的干啊，好的干，过年挣了钱，我高低换个老婆子。换啥？换个老婆子。换老婆子？哎呦你妈！天哪，你这样换老婆子，没人让你换老婆子，你想啥呢你？想啥呢你啊？这不是别人吗？你问你哪来？凭啥是别人？后来我干你！干了，你看就是打了打没了，太难了。